刚看文章又说什么在冰原之前就发生过可以吸猫的事情，那个吸猫是对啊，哦，七次猫车是不是？对啊，那是外挂吧？我也觉得是啊。视野变大了，好恐怖哦！开完之后就跑，没事，我丢他灭龙石了。好。我抓个羊啊！毒好毒好毒！我操！哎、欸，有两个猫。不会被发现，这边不会，走到断崖那边就会。假的。哦。看脑包要爆了。哎呀！要在那边打吗？准备？假的。出海啊！
Nice 啊，我看 Nice 不知道虫叫去哪里啊，真的？嗯，什么虫？你的虫刚不是去吃墙壁？我的虫有吗？有啊，又要为你捡出精华是不是？哇！在中间了。怎么了？想撞是不是？撞。就你们都往那边靠了。嗯。他们都可以吧？歪。嘻嘻嘻。好歪。还是。虚歪的。抱歉，哎呀，更歪。黄影烟，可以落实哦。你们挖尾巴了吗？挖啦。挖。好。来来来，你先上，你先上。哥，个头啊！麦克风，来死你的麦克风！哦，好。嘿嘿嘿，那敲车再喊个对不起就好了。Nice, 不要站那么远，你过来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假的啦！哇，真的是真的，江江骗我！拍了一下被撞下来，我的天！可撞！我就是要撞他，然后把我拍下来。好的。哎呦！要死啦！是哎，
你要那么近哦？你不等他睡哦？我骑车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上他那一次。倒了。哎，他没倒哎、欸，倒了，是真的倒了。三五够嘛？二四六够。七片子，七片只能买两片。对啊。有可能呢。你这给卫生所添麻烦呢，业务已经够多了，还来帮你卖口罩，我都快忙死了，还要帮他卖口罩。你到底啊？懂，看他怎么用吧。环境租三是要干嘛啦？我们算偏远地区吧。好烦啊！哎，对，我们刚刚没有试能不能叠的问题。我们很棒啊！我很想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荒地两次轰隆两次，所以是荒地的轰隆。我五个奖励的轰隆，我才发现。我接了。累了吗？累啊！累啊！啊！鬼灭之刃有出哦！
出什么、啊？没有啊，一二一九二。哦，新的我有看的。M H W I 江城，我有一只猫的报酬金呢，只要吃一下生命保险。好啊，吃生命保险啊，拿这个来试。好啊。嗯，那我吃保险喽。哦。我在他旁边，好，你也在他旁边，太棒了。他到底是打谁呀、啊？这任务可以打5次嘞，加那两个人7次，不要怕。没拿，这边没有石头啊。哦，就是流水，那就靠节操铲石头啦。你把那一石放在哪？把那一石也行。啊，这边有那个啊，水族罐。我来啦，请贴墙，拜托。生命保险跟那个另外一个什么报酬金都是整场的吧？整场的啊，那等下快杀掉他的时候去吃吧。这是轰隆大金哎、欸！哎呦，这轰隆这么大只、啊！恐怖咬我！你真的很喜欢被咬哎、欸欸！你帮我补血、啊，我想要我去死看看的。你不早讲，好好好好好。哎、啊，恐怖咬我！怎么又有了？
咬我！我想说，你说最后再试啊？哦，争夺完了，我想要趁他们争夺的时候，我去死一下。等一下！你说 nice 再一下吗？不是，我是说恐暴队打我一下，他不打我，他人真好。那红龙呢？这么休战呢？啊，你们去找他，我去。跳爆手机！我看你死掉，卡画面呢、欸？啊！我画面卡掉，我都宕机了，吓死我了。然后还节操吃了一个密药。是吧？再咬我一下。没有跳生命保险啊，有哎、欸，这也是两次哎、欸，哇，哇，那这个很削、欸，哇，原来是可以叠哦，被骗了，被骗了、欸，还省了吧，竟然能叠。哪来的云观众骗我？可恶！我也是，你说不行，我才。我是那时候开台人都讲说不行啊。啊，有一堆云玩家，对，没有实测精神哎、欸，他们。我们从别人台那边听到。超衔接超有奖，本来我们一辈子都不知道。误会你了，我抱歉。可以抓咯。好快。哇，真的好快哦。好超快。不愧是大金。现在被你们打到出墙。我最没用啊，没现金。
猫的跑跟飞一样。猫的跑跟飞一样是怎样？猫的照干拉杯。猫的照干拉杯之书。照卡那杯。啊？没有。该关门。那天是因为看到实况，才想问。那所以可以吃猫的生那个什么博士跟生物学家？可以啊，可以一起啊，我有试过。啊，你有抓到吗？有啊，还蛮长处。我好像那只那时候大金水母就算吃出来，大金的那个水母。嗯。啊。没有啊，那个不影响大小金。是啊。可是好像大小金是猫的大型蜥蜴。应该是有吧，因为都是几率，提升几率的，三个天赋破了。感觉隔壁再不浓的话，金狮子出来也打不过了。是。嗯。就杰克他们呢、啊，感觉好像对冰原又还好了，没有那么热忱。对啊，说我练太快，可是他们开的时速也没很长啊。游戏就是一阵子一阵子，啊，就慢慢打。嗯。还有啥？还有啥？不是还要带一只轰龙吗？对啊。什么还有吗？对啊，我又接了一场、啊。哦，对，轰龙。哦，这打完就结束了。我刚的意思是什么？还有啥？我是说的哦，你是疑问句，对不对？对。一个问句，一个疑问句。哥啊，还有啥？还有啥？挂号问号。猫的生物博士。看，怎么又是我跟你？我们默契比较好。我先看一下凶爪龙了哈，凶爪龙小金，看一下。凶爪龙小金？对。看看我的凶爪龙。我也看看我的凶爪龙。我的凶爪龙没小金哎、欸，走了啦。啊。就先打凶爪。打凶爪。哎、欸，我凶爪龙也没小金哎、欸，打了啦。怎么可以放过他、啊？嗯，阻止他长大、啊。我们要抓回去研究研究。没有，我们要抓回去研究研究。嗯。我需要番号研究用。研究番号。为了研究。怎么没死头啊？好，到了吗？你们先打。没
我在寻找小蓝哥。我吃了猫的生物博士，我是不知道大小金有没有影响到这个啦，但我是吃了生物博士没错啦。哎、欸，我那个角度看起来被撞，是出现一只幼小仙人掌啦，不过你们应该不缺啦。是花的话会想抓啊，一般的就算了算了。花一般的才85啊，道标壁虎。大家看的大小金不一样啊，所以。对啊。花的仙人掌还会想抓一只，一般的仙人掌就随他吧。我那时候找小蓝哥就找到了3个花的，还两个啊，我就花了花。哎、欸，自从打 M A 之后，我就没有再遇过花仙人掌了。我在想，是不是 M A 没有的感觉？不用怕，有，我已经试过了。不用担心，你们的圣骑士奶妈来啦。哦，急躁蜻蜓，哎，走啊！在哪里？11号营地走出来就有了。11号，就隔壁啊。啊，有，我等下去，我等下去。啊，那这个我就确定是生物博士了，我有用了。可是破书啊！不是啊，我是迷路啦。对耶，爬出去就好了齁，我要冲啥回。是男人就不要蹲，哎，你不是男人。早就蹲完了才在讲。啊，在那边。出一张嘴。就你出一张嘴。是男人就不要嘴。那看来你不是。嗯。哎、欸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耶、欸。他一定会来叼肉，对不对？在肉这边放陷阱就好了。我会出去。哎呦，你很孔明哦。来来来，我来，我的陷阱放好。哦，干好，你先放，你先放。我想说你，我刚一直想这样试啊，离陷阱远一点。蛮低的，太肥，你让我们丢脸。你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没有，说明他就是已经要咬肉啦、啊，才冲过来的、啊。是吗？说不定啊。什么？欸、有一只仙人掌在旁边。踢他！谁要放陷阱？等等，放陷阱，放陷阱再踢，放陷阱再踢。啊，来不及！哎、欸，他已经被触发了。啊，差一点。不知道是谁触发的。我不能打到他。你怎么会打到他、啊？你按到右键哦、喔。哎、啊，有1300，1300，有有了。因为刚刚他尾巴触。擦过我的子弹，所以子弹我穿过去。哦，啊，看我这个没有陷阱啊，我刚滑不到。我想说，哦，我这个就一个陷阱，加油！剩一个底洞，不是那边吧，大哥？中了想说你们要陷阱，棒！我看肉在他那边啊。落在这边呐、啊，啊，只是他还没跑，你就放那么近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我还有个地洞嘛。我要当。没关系，我也有的。倒了。我要当肉的守门员。他敢过来，我就钩爪他。哎、欸，睡了他。好险！我来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我看到了那个肉在叶子上面哦，这个摆盘完美，把肉藏起来。摆盘的问题，你的肉呢？啊，好了，带我走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间接成功了呀，那个猴，对不对？我用大回旋间接，对不对？干，原来那是你的角色、哦，我想说怎么会有粉红色的生物？粉红色赞呢、欸？赞啊！哎、欸，来，再会了。哎、欸，没有
暖，错过。哇哇，他比你们聪明多了。我不要带走啊！我要去拨尾巴、啊。哎、欸，他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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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准备好。不是，他肉放在超远的地方啊，放那个拱桥那边。有了有了。想叼肉啊？没有，肉已经叼走啦、啊。是吗？他肉叼走啦、啊。哦，他怎么回来的？我刚跟着他过去啊。哦，怀念这个陷阱。好像盘子忘了拿，然后打到一半，他飞奔回去，又跑回来，然后嘴巴又多了一根肉。哦，是男人就不要蹲啊！啊，不蹲啊！好啊，好，好吸血。哎呀！哎呀！几次啦？哎呀！是男人就不要安全啊！回去叼肉了，快过来！我叼他尾巴。对耶，可抓耶！我回去补补补品。不要，我也要去补陷阱。还要换装备。嗯嗯嗯嗯。嗯。分辨装备道具箱。急躁之人有吧？十一号出来，哪里？即十一号营地走出来就有了。哎、欸，我记得这边也有啊。哦，这个小记录虽然没有小记。可是要大的不是吗？对啊，要大的、啊。出来就有了。还有别的会有几道清醒吗？你说大乙种吗？对啊。好像就是，嗯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我刚刚有看过啦，没有啦，就是在9号跟10号的交界。